今天的营养菜该说说了吧？嗯，您也给我们推荐一道这个有明目效果的胡萝卜菜，完全可以。嗯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具有明目滋阴、润肠通便、益精补血作用的胡萝卜排骨汤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道汤啊，这道汤啊，特别适合那些经常玩手机的。嗯，这个眼酸目胀、体质虚弱、骨质疏松的人群来食用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补充营养，增强体质。排骨富含钙质嘛，骨质疏松的人经常吃它，有助于补充钙质，预防骨质疏松。做法也不难。准备食。